每一首歌曲都凝聚着一个时代的坐标和记忆，他们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成为中国舞台上的经典和传奇。走进中国无艺，重温经典记忆，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本节目由宗申智能锂电车独家冠名播出。他以陕北民间秧歌为素材创作的春节序曲，不仅是全球华人每逢新春佳节必备的庆祝音乐，也是凝聚着14亿中国人民族气质、大众特质、价值追求与精神象征的团圆符号。他是一位用音乐为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新中国奋勇高歌的爱国主义者，先后创作《厦门自唱》《胜利进行曲》等爱国歌曲，并多次整理订正《黄河大合唱》的音乐总谱。他为《义勇军进行曲》编配的和声、管弦乐总谱与钢琴伴奏奠定了国歌演奏的基础。他是用民间优秀音乐弘扬主旋律的探索者，他根据陕北民歌改编的合唱《东方红》已成为不朽的传世之作，唱响华夏大地。他一生从未停止过音乐创作，65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都留下了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横跨群众歌曲、艺术歌曲、合唱、歌剧、独奏、西洋管弦乐、民族管弦乐等多个领域。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作曲家李焕之。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这里是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本节目由宗申智能锂电车独家冠名播出。本期节目将接受我们致敬的是作曲家李焕之。首先有请李焕之先生的爱子李大康先生登上舞台。欢迎李大康先生做客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首先我们请李大康先生移步签名台，为我们书写下一句在您心中最能够形容李焕之先生的话语，有请。李大康先生为我们写下了7个音符一步人生，这是李焕之先生80岁生日时候的随笔当中的一句，是吧？好的，谢谢您。我们请李大康先生回到舞台中间。那首先还是想请李大康先生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选择这样一句话来形容李焕之先生呢？这就是他幽默风趣的给自己的一个形容。在我看来，父亲一辈子徜徉探索于千变万化的7个音符，他一辈子生活在音乐里，活出了他人生的精彩和意义。我能够理解了，对于听众来讲，7个音符能够带给我们很多美妙的乐音，而这7个音符对于李焕之先生来讲，可能更多的书写的是他对生活的一份热爱和他的人生履历。谢谢您。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要向各位介绍今天共同向李焕之先生致敬的两位尊贵的嘉宾，让我们的目光聚焦嘉宾席。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请到了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音乐家叶小刚先生，欢迎您。词作家导演贾丁先生，欢迎您。二位请就座，我们请李大康先生这边落座。今天呢，我们一定要从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管弦乐作品说起，因为每每听到这个旋律，我们每个人会情不自禁地哼唱，更重要的是这种旋律告诉我们一个信号啊，那就是春节到了。春节序曲是作曲家李焕之
1955年至1956年创作的管弦乐《春节组曲》中的第一乐章，序曲《大秧歌》。该乐章以热烈欢快的锣鼓节奏，配合轻盈奔放的秧歌舞步，向听者展现了革命根据地的百姓在春节时喜庆热烈的场面，以及团结友爱、互庆互贺的动人场景，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是目前音乐舞台上演奏次数最多的中国管弦乐作品之一。1989年，春节序曲获第一届中国金唱片奖，1993年入选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足见其历久不衰的经典魅力。听起来意犹未尽。刚才您看这个短片的时候跟我们讲说，在延安那个黑白画面里，其中有一位就是您的父亲，是吗？就是中间拉手风琴的那个人，那就是我父亲。那我在猜想，这个春节序曲是不是跟父亲在延安生活的经历有点关系？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创作的这个作品呢？1953年，咱们国家一个舞蹈家戴爱莲，他想创作一个舞蹈叫春节，邀请我父亲呢写一个舞蹈伴奏。啊，虽然这舞蹈最终没有形成，但是我父亲很长时间就想写这么一部作品，因为他从1938年到了延安，在延安生活了7年，那延安的风土人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特别是新秧歌运动，他和老百姓结合在一起，那种场合给他留下了难忘的这种生活体验，所以他要把这种积累写这么一个作品。那今天大家听到的最熟悉的这一段春节序曲，它是管弦乐春节组曲当中的第一个乐章。对。那您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整个这个组曲的构成呢？整个组曲是4个乐章，第一乐章是序曲，大秧歌，第二乐章呢是情歌，第三乐章呢是盘歌，圆舞曲风格的，第四乐章呢是灯会结束，那么他用了很多这个民间的这种曲牌、民间民歌，运用到这4个乐章里边，比如说灯会，那就是用了这个唢呐曲《大摆队》，等于这就是他在延安7年的积累吧，结合他对陕北民间音乐的研究，写出了这么一部又亲切悦耳又非常动听这么一个作品。其实这4个乐章它的音乐情绪是不一样的，对，是有欢快的，有舒缓的。对，刚才李大康先生跟我们介绍，由于在延安的生活经历，李焕之先生可以说对秧歌情有独钟，所以接下来我们想请叶老师跟大家说一说，在这个春节序曲当中，我们通过哪些方式可以聆听感受到秧歌的音乐元素呢？春节序曲大家知道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最重要的一首中国的管弦乐曲，可以说它是吸取了陕北大秧歌的很重要的特点，比方说爱乐里来打过春，就是个双簧管吹的一个慢板那个地方，那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老百姓人人都熟悉的，但是焕之先生把它美化了，把它变成交响化了，由于西洋乐器的乐队的编配，所以这个地方是相对柔和、相对温和一点，所以和一开张的热闹欢乐的氛围有一些对比。
所以焕珍先生这种作品啊，应该说到至今为止仍然是艺术上的高手。谢谢叶小刚老师。刚才叶老师提示我了，说到二月里来打过春，我也想起来一件事要向大康先生求证。据说李焕珍老师还唱过二月里来打过春，是不是啊？我记得1962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到家里来采访我父亲，他创作春节组曲的过程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还在场。他就学着那个老散头，就把这个二月里来打过春唱了一遍。哎，这个录音呢我还带来了，我把它修复带来，咱们大家听一下。李大康先生也是有备而来，那我们来听一听您的修复手段怎么样。这个秧歌调是这样的：君大罗来满大国，唱一段歌来跳一段舞。君大鼓来满大锣，跳一段舞来唱一段歌。哎嘛咿呀嘿，跳一段舞来唱一段歌。我相信您在修复的时候一定是寄托了自己对父亲的那样一种感情，是这样吗？当然了，我在那儿一边做这个录音，那就完全回想起跟父亲在一起的那种美好的时光。我觉得非常的温暖和感动，能不能再跟我们回忆一下这部作品您最初听到的是什么时候，他第一次跟观众见面又是怎样的一种效果呢？春节组曲的首演应该是在1956年的全国第一届音乐周，中央歌舞团的管弦乐队韩中杰指挥，一下子就特别受到欢迎。我对这个作品比较完整的一个特别的印象呢，是1960年，人民大会堂建成以后的第一个春节联欢晚会，父亲带我呢到现场去听这个演出，开场就是春节序曲，哎，父亲呢就是认真的在听。而且还注意观察，一看看听众的一些反应。那音乐一停，哗，全场热烈的鼓掌。后来十几年以后吧，我插队当兵，复员回来以后，很巧，我就到了中央广播事业局的中国唱片社做录音工作。那么一个老工程师，知道了我的父亲是李焕珍以后，马上就特别兴奋，就跟我说：“哎呀，你父亲的春节序曲太好听了。”他说1960年的那个联欢晚会在大会堂的，就是我在现场转播的啊。他说原来我对管弦乐从来不感兴趣，就是那次听了你父亲的春节序曲，一下子改变了我对管弦乐的看法。哎呀，让我想起了在家乡过年的场景，太亲切了。那现在的话说，这个作品接地气，对老百姓喜欢。贾丁先生，其实咱们中国那么多大型晚会您都参与过，在这些大型晚会当中我们总能听到春节序曲，为什么观众这么喜欢，甚至于每年的春节晚会一定要有春节序曲的出现？春节序曲，我觉得简单的说，它是跟我们中国人的内心的情感是能够激发出它的共鸣的。为什么这样讲？就是一个民族他有他自己的音乐基因，那么这个音乐基因呢，在春节序曲当中他找到了这种基因的这种特别匹配的情感表达方式。这个是民俗民间民族啊音乐带给我们的一种无形的一种感染，你只要把这个音乐放出来，他就感觉到跟他的情感是融合的，跟我们整个的一个民族的他的行为和他的习惯和他的审美，他融合在一起，捏合在一起了。还有一个春节戏曲，它符合了我们在春节当中所有的情感的表达诉求。我们试想，
如果没有幻之先生的当时的这部作品，我们现在的春节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们的春节真的缺少一种欢乐，缺少一种温馨。谢谢贾玲老师、大康老师。其实这么多年了，春节戏曲有很多很多的表现形式，那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问题呢？因为它太受欢迎了。嗯。后来呢，像彭修文先生、秦鹏章先生、谢之新，先后改编过几个民族管弦乐的春节戏曲。那么以彭修文先生改编的这个春节戏曲呢，演出的最多。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形式，那按说很多形式的这种春节戏曲的这种独奏、合奏、重奏，那就太多了。对，还有填了词改编成合唱的，所以足见大家对他的喜欢，甚至这首音乐作品在华人当中有广泛的传播，在很多海外的演出当中，我们都会把这首作品带出去，是吧？对，嗯，第一次在海外演出是。韩中杰先生带着中国的管弦乐团，1955年在华沙参加，应该是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演奏了春节戏曲。1988年，我记得是郑晓英老师，带领中央歌剧院去参加在芬兰的一个歌剧节，其中也有春节戏曲。啊，再就是1998年，中央民族乐团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开场就是春节戏曲。叶老师和贾丁老师两位怎么看待春节戏曲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上的贡献和它存在的意义呢？我们今天看，已经过了几十年过去了，啊，这个作品仍然是我们中国管弦乐史上的一个经典。第一，它积攒了、凝聚了全国绝大多数的人民大众的一些情绪，比方说过年，比方说喜庆，比方说向往美好的新生活，这种状态都在里面。第二呢，他把那个陕北秧歌结合得非常完美啊，这个曲子是个复三步的曲式，中间的一段慢板，最后又回到欢乐的快板。无论在任何场合，在中国的喜庆场合，或者在任何的其他万众欢腾的场合，这首曲子我觉得足以代表那个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意念、心声，以及乐观向上的情绪，包括对未来有美好憧憬。所以呢，我觉得这首作品在历史上怎么评价它都是不过分的。春节的每一家每一个人都有他过节的一个固有形态，但是每个人都认知一种伴随。一种给予，就是春节戏曲给予他在春节那个特定时候的心理感受和他的审美需求。因为有了这首作品，春节有了味道，春节有了文化，啊，因为有了这个作品，春节有了欢乐，也有了我们最温暖最需要的一种伴随。老先生充分体现了创作当中他给予自己的一个名言，叫平易近人而不单调，亲切悦耳而不平庸。这个作品诠释了他一生当中对于
音乐对于事业的啊，他自己的一个追求和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好，谢谢。我很少见到我们的嘉宾能在演播室这样形容一个作品，那我相信一定不是一种过誉，而是真的这部作品它是在中国音乐发展史的丰碑上值得我们去表达这份敬意。那接下来时间呢，就让我们再去感受春节序曲。
很多观众朋友们心中一定会有一个这样的问题：是怎样的一位音乐家，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才能够创作出这样一部能够可以一直流传下去的永远不褪色的音乐精品的呢？我们接下来就通过短片走进李焕之先生。李焕之，1919年生于中国香港，1936年进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习，师从萧友梅。1938年，李焕之来到延安，成为了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学员。在那里，他遇到了人生中另一位重要导师冼星海。由于作曲和指挥方面造诣日益加深，很快他就从学员成长为教师，并接过冼星海的指挥棒，成为黄河大合唱的指挥与编配。在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李焕之的音乐理念有了长足的发展，音乐创作风格逐渐成型，先后担任歌曲月刊、民族音乐等期刊的主编，并参与创作了歌剧《白毛女》等作品，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与好评。除了《春觉序曲》和一些大部头的管弦乐作品，其实李焕之先生还写过很多群众歌曲，比如说1946年的《胜利进行曲》，还有1957年的那首我们现在仍然在传唱的《社会主义好》。其实李焕之先生有一个创作，或者说在他人生当中我们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笔，但是李焕之先生却甚少向别人提起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管弦乐总谱也是由李焕之先生来创作的。您是什么时候知道的？那是1983年，上级下指示要把国歌重新录制，我呢有幸参加了这个录音。那老工程师跟老编辑见到我就说：哎呀，你父亲写的这个管弦乐太好太棒了。我一听就愣了，啊，国歌的管弦乐是我父亲写的，我怎么不知道啊？完了我回家就问我父亲，我说国歌的管弦乐作品是您写的？我父亲很平淡啊，对呀，是我呀，这时候我母亲憋不住了，就说：“你不知道，那时候你还小呢，你才2-3岁，你父亲就在钢琴上摸索，这个适合国歌的这个语言，你就在旁边听着看着呢。”他这么一说，我懵懵懂懂想起来，哎呀，当时我们家的那个情景，居然一直都不知道，不知道。所以就是我父亲真是，他是做事从不张扬，他就是踏踏实实把一件事情做好。他当时为什么来担任总谱的创作，是一个指派的任务还是？这个完全不是上级给他的任务。嗯，他说他完全是一种出自对《义勇军进行曲》的这种热爱。就是说当时这个49年把《义勇军进行曲》定为代国歌，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决定。因为他说呢，他这个每次唱起《义勇军进行曲》，那就是热血沸腾，情不自禁的钢琴上去摸索，到底，哎，哪个和声语言更适合他。那再往后呢，就是1951年的7月到1952年的8月。我们国家呢有一个青年艺术团，首先呢去参加柏林的第3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然后呢在东欧巡演了1年多时间。那某种场合呢就需要演奏国歌，那我父亲呢第一次为国歌编配管弦乐是1951年的8月在柏林，52年又有改进稿，53年也有改进稿。一直到53年呢，咱们国家还没有一个，标准的国歌的管弦乐的版本。那么中央下指示，在全国主办了征集国歌管弦乐的，这么一个活动。那全国很多的这个作曲家，都写了作品，交上来。那经过大家的评比，
一致认为我父亲写的这个是最好的，就上报中央。据说呢，就是周恩来总理批准作为发放到全国和全世界的标准的版本。所以这个胜出也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它需要那么多稿，那么多年的一个沉淀。那李焕之先生他是如何构思这样一个管弦乐谱的，我们来听一听。《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民族解放的号角，哎，那么前面呢，它就是用的号角的声音，是吧？那个梆梆梆梆梆梆梆，哒哒哒哒当当，哒哒哒哒哒哒当，它是这样子一种这个，所以我就考虑在前面的这个号角的声音了，哎。那是只能够用铜管，啊，那是辉煌的，所以呢，国歌呢要注意到它的这个，庄严的、宏伟的，又是战斗性的这种精神。件事情胜出之后，他这个总谱后期，李焕之先生有没有再进行一个改动呢？和不断的探索？哎，这就可以看到我父亲对他的作品那是精益求精。54年确定了我父亲的版本是发放到全世界的法定版本，57年中国唱片社录制了唱片。59年就是建国10周年的时候，音乐出版社出版了国歌的总谱。嗯，那我在整理父亲的这些资料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了这个59年的这个版本，右下角他写着有修订处，哎，我就翻到底哪儿修订了，翻到第3页，一下看到第19小节到第23小节。有铅笔的几个地方，其中我看了看，原来呢是我用歌词唱吧，啊，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背，这是空白的。哎，但是父亲呢就在这个第10几小节的2拍加了一个小军鼓的滚奏，那就变成了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背，哎，这样就填补了他的空白。到83年的谱子跟他修订的又不一样，在小军鼓上加了一个渐强符号，又往前推了一把。嗯，就这么一点一点精雕细刻，那感觉就是不一样。为什么父亲要在这一点点上不断地进行一个改编呢？他就是精益求精，怎么样能够更好地来表达他的内涵。可见人的生命是不断的在向前的，其实在李焕之先生手中的乐谱也是不断的在被他的生命，他的感受所丰满着的。谁会想到这样一位老人竟默默无闻地把这件事情在自己的家里都藏了那么多年，以至于他的孩子也是家里最后知道这段史实的那个人。您今天带了什么？就当时他在那个1995年纪念《义勇军进行曲》创作60周年的大会上，他有一个发言，我今天把他这个发言的手稿带来了，我想把最后他说的给大家念一下。好，好。他说：“40年来，国歌的管弦乐总谱
钢琴伴奏谱与军乐队总谱是怎样产生的，可以说一直默默无闻，更不为多数人知道。今天在纪念《义勇军进行曲》创作60周年的大型盛典音乐会举行之际，我愿意将以上情况介绍给大家。我能为我们伟大祖国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这是一个音乐工作者应尽的责任，我也为此感到无上荣光。我相信全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国歌将永远与国旗国徽一起成为我们伟大祖国的象征和标志，激励着我们万众一心向着光辉的未来前进，前进，前进进。我想请台下的两位嘉宾，首先叶小刚老师跟大家讲一讲，您怎么看待李焕智先生对于我们国歌的这样一个总谱编配所做的这份贡献呢？焕智先生这份总谱编配，第一非常严谨啊，第二呢进行也非常流畅，第三呢艺术性也很强。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评价呢，就是说这份总谱的配器多一个音都没有多，少一个音也没有少，所以非常难得的一份啊，可以说中国管弦乐配器史上一份教材啊。比如说他这个小军鼓的轮奏，渐强好加不加，差得很远，一加这个情绪就能恰到好处的，没有这个渐强那就是平的，有了一个渐强就是往上推了一点，所以呢这份总谱是非常非常精致的啊，可是值得我们啊放在我们的教科书里，也是一份非常好的爱国主义的教育。谢谢叶老师。那贾丁老师您怎么看待呢？一个音乐作品的编配啊，相当于就是说作曲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毛坯房啊，然后呢我们的音乐家通过各个声部啊，各种乐器的整体的编配和它的整个声部的分配，最后形成了一个非常美丽美好的啊这么一个家园。艺术家的重要就在于，就是说你想到中国的时候你一定想到国旗，然后一定想到国歌，其次就是国徽，就是这个作品它能够让你跟一个国家跟一个大的民族给联合起来联系在一起，所以说特别感谢焕智老师，也特别庆幸中国有一个焕智老师。对啊，谢谢贾丁老师。我在想《义勇军进行曲》就是我们中国人的那种民族的命脉，永远都是不可分割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焕智老师在合唱作品当中所做的贡献。其实焕智老师一直有一个追求或者说心愿，他希望咱们中国能够有具有我们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按他的话说应该是民族音乐流派的这样一种合唱的演唱方式，所以他一直在求索，比如我们接下来要重点说的这部作品，我们来看看短片。李焕智一生创作了大量的合唱歌曲，既有像《八月桂花遍地开》那样脍炙人口的群众性合唱作品，也有像《茶山谣》《苏武》《胡家吟》那样艺术性极高的合唱精品。其中大家最为熟知的便是那首家喻户晓的《东方红》大合唱。发发就发，那太阳就上。上世纪40年代初，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文艺工作者在采风过程中听到了《东方红》的前身《移民歌》，以公墓为核心的创作团队根据曲调将其浓缩成3段，并改名为《东方红》。上世纪50年代初，李焕智将《东方红》改编为混声合唱歌曲，并进行管弦乐创作，为歌曲注入了宏大豪迈的精神力量。经过李焕智的改编，《东方红》从一首民歌小调变成了恢宏雄伟的颂歌。
它是李焕之先生为混声合唱东方红写的管弦乐的这样一个总谱，第一次是合唱稿，罗马尼亚创作，这是1952年。第二次是修订稿，1952年9月于北京。1953年修改稿是1953年8月赴朝鲜之前。对，他带领中央歌舞团的慰问团去慰问志愿军演出，用的是这一稿。好，他说此稿系第四次修改完毕的总谱。总谱啊，后边还有两稿，在这个别的本上，一共到最后是1954年第六稿。作为基本上是东方红的定稿。您能不能帮我们回忆一下，您的父亲在这部东方红把它编为混声合唱的这样一过程当中有怎样的一种思考，倾注了怎样的心血呢？我是综合了几位音乐学老师的他们对东方红的一个分析，那当然从他们很多音乐术语一说起来，那可能太专业，太专业不懂，所以我就用我理解的语言来跟大家说一说吧。啊，那东方红呢，他用了多样化的一个合唱编配手法，在原来这个民歌的三段词做了一个三个不同层次的音乐处理。那第一段是明朗热情的混声，第二段是亲切富有感情的女声，第三段是坚强有力的男声。那么在每一段的这个小反复呢都有，那么到第三段的小反复的时候，他做了一个下属转调，提高了四度。那前两段是这样，带滴带哒带哒滴哒当当带当，这是反复。那么到第三段的时候呢，带滴带哒带带滴当，哪里有，一下子提高了四度，这就是一个下属转调。那么紧接着他就在后面这个结束段呢改成了2/2拍，使速度一下涨宽啊。东方红，太阳升，一下子就开阔嘹亮啊！这样就是这种合唱的这种，经典的这种氛围展现出来啊。最后呢，形成了这么一个既庄严又亲切的这么一个颂歌，那也就不是当年的这个民间小调。可以让叶老师跟咱说一说哈，从音乐学的角度来讲，您对这首音乐作品的创作和改编有什么样的专业方面的知识能跟我们分享吗？我觉得啊，从一个陕北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当地的啊比较民间的一种小调的歌唱方式，更多宣泄的是个人的情感，对吧？啊，到了最后东方红这种大合唱的完成，啊，应该说是我们中国文化的幸运，啊，大家知道焕之先生，他是中西结合的底子，啊，他的和声功底是非常深厚的。东方红这种合唱到了最后，除了刚才大康说的转调，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他把这个歌的性质变了，变成了一首庄严的颂歌，这是需要技术的，需要焕之先生的中西结合的，底子，啊，中西音乐文化技艺的结合才能变成这样。你知道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它不光是和声上，它的配器上也是中西结合。大家看电影，这边是西洋乐队，这边是民族乐队，这个编配是非常了不起的。然后它那个低音进行全是强进行，就是完全是往上拱的，完全一步步往前推，推到最后变成2/2拍，变成葵花像太阳，变成一个大家心胸完全放开放松，热情的赞颂，热情的向往。其实这首歌不光是歌颂，它是表达了我们每一个人心目中的一种与生俱来的
但是并未发现的一种宏大的精神情怀，啊，这是我们中国音乐界的幸运，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幸运，能够把东方红那首原来土的掉渣的一首民歌变成一首这么一首庄严的，变成一个民族文化的财产，而且到今天也没有过时。谢谢叶老师。贾丁老师，您怎么看待幻之先生对东方红的这样一种探索呢？这种探索就是把一个民间的小调变成了一个大的唱诵体的一个作品，这个不是一回事儿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把一个个人的一种表达变成了一个民族的集体的心声的宣泄啊，这又是一个。再重要的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作品里头真正体现了我们中国音乐家的他的那种文化自信。何其有幸，中国曾经还有过这么一批艺术家，他们把中国的文化和艺术推向了一个高度。这些作品无形中提高了整个民族的文化认知，所以说我们何其有幸。谢谢贾丁老师。李焕之先生一生总在做着一种探索，在他的后期有很多这样的作品，像箜篌独奏曲、高山流水等等，就像我们的古诗一样，它是我们中国的文化艺术之美，对于中国音乐创作的贡献。最后我想请两位嘉宾跟我们来谈一谈，我们应该怎么记住、理解、表达一份敬意对于李焕之先生。焕之先生啊，不光是一个伟大的作曲家，他更重要的是一位全方位领域的音乐家，同时他还是一位指挥家，还是一位音乐活动家。他作曲的歌曲也好，管弦乐也好，他都是既有很强烈的专业性，同时呢他有一个对社会的广泛的认知，这一点值得我们今天的音乐家学习。因为他把民族、把人类的大同、把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人民群众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都点点滴滴地表达在他的作品中。比方说八月桂花遍地开，这是一首非常优秀的歌曲，朗朗上口，坦率地说现在很少见到这样的歌曲啊，那么直抒胸臆，那么毫无城府，我们现在最缺的是这样的东西。所以我很期望也借助这个平台啊，呼吁就是我们大家还是要发自内心的创作啊，把人民的生活、把祖国的命运跟自己的艺术要相结合，这样的艺术才会长久。焕之先生是我们后人的永远的榜样。焕之先生生前对我也非常非常鼓励、非常支持，所以呢，我也特别特别感谢焕之先生，有了他才有我的今天。谢谢贾丁老师。焕之老师精益求精的这种创作态度和精湛的技法，他应该说是带动了一批我们的当时那个年代年轻的艺术家他们的创作。我们说曾经有过中国的出大师的那么一个相对比较集中的阶段，是就是因为有了焕之老师这么一批音乐家、这么一批艺术家用他们的精神去带动，这就是艺术家的存在的价值，这也是艺术家给予我们的一种幸运。谢谢贾丁老师，我们真的要感恩这些艺术家能够留下这些优秀的作品，陪伴了我们几代人，陪伴了我们那么多年。在今天节目的尾声，让我们来共同欣赏合唱《东方红》，为我们演唱的是中国音乐家协会爱乐乐。
与时代同行。这里是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本节目由宗申智能锂电车独家冠名播出。本期节目接受我们致敬的是作曲家李焕之，让我们共同聆听致敬词。不变的七个音符，被你排列成中国人迎接春天的表情。多彩的一部人生，在你的旋律里彰显出民族自强个性。从抗日救亡到新中国诞生，你让《义勇军进行曲》丰满生动；从扎根泥土到为时代放歌，你让东方红大合唱气贯长虹。在每一个有华人的地方，都会在春节序曲奏响时想家。那些被琴弦拉长的纺车秧歌摇动，已成为一个民族辞旧迎新的象征。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作曲家李焕之。有请今天的致敬嘉宾叶小刚、贾丁送上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的敬意，有请二位。同时我们也要有请李大康先生代为接受我们的致礼。我们请李大康先生移步签名台，为我们留下印记。我们请诸位嘉宾回到舞台中间，有请。接下来我们要请贾丁老师向李大康老师送上中国文艺致敬词的手书。时光前行，情怀不变，我们感谢在我们的民族有这样一位民族音乐家，为我们书写下了那些浓墨重彩的旋律。更重要的是，他用七个音符讲述了我们每个人一生当中的那些重要的时刻，让我们记住这样一个闪光的名字——李焕之。在此，我们也要感谢李大康先生、叶小刚先生、贾丁先生做客《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谢谢你们。我们要感谢每一位观众朋友们的守候。下期《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再见。